世界杯如火如荼，除了国足，连大熊猫都去了。本以为这届世界杯没国足啥事儿，没想到恰在此时，中国足球就出了大事儿。据湖北省纪委监委网站11月26日消息，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原主教练李铁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委监察组和湖北省监委监察调查。李铁被查犹如一场地震，以前所有人都只是怀疑国足水太深踢假球，这次李铁牺牲自己，或许将告诉所有人，踢假球我们向来是认真的。想当初，李铁也曾是国足的希望，一代人的骄傲。他是如何从一个追风少年一步步变成一身铜臭、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的呢？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1977年，李铁出生于辽宁沈阳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机械工程师。由于身体瘦弱，自小营养不良，发色偏黄，父母便想让运动改变李铁比较孱弱的体质，送他去学足球。没想到原本成绩不错的李铁因此爱上了足球，并走上了职业足球的道路。16岁就加入了健力宝青年队，远赴足球王国巴西留学，这一学就是5年时间。回国之后，李铁加入了辽宁队，为这支队伍获得了甲 B 联赛亚军及足协杯亚军。1999年，李铁入选国奥队参加悉尼奥运会足球外围赛，在同一年，他为辽宁队夺得超霸杯冠军及甲 A 联赛亚军。但李铁的球员生涯并非之前所说一帆风顺，在1997年世界杯预选赛的第6轮，国足在大连主场迎战卡塔尔，当时20岁的李铁被排入了首发名单。上场之后，由于李铁的数次低级失误，全场数万名球迷不仅送上嘘声，还直呼换李铁，声音大到连转播中都清晰可见。本场比赛过后，换李铁也就成为了国足名梗。不过这仅仅是李铁高光时刻之前的一点小插曲。在2001年，作为辽足核心之一的李铁，24岁就包揽中国足球先生与甲 A 最佳球员。2002年，李铁进入了韩日世界杯的大名单。再后来，李铁去了英超。在2003赛季，他踢的位置是主力后腰，实力可见一斑。2012年之后，李铁接受了时任广州恒大新任主教练李皮的邀请，以助理教练的身份加盟广州恒大，正式开始了他的执教生涯。3年后，李铁去了另一支中甲豪门球队河北华夏幸福担任助理教练。不过李铁这两份教练的工作时长都不算长，恒大3年，华夏幸福2年。在2017年之后，李铁加入了武汉卓尔足球俱乐部担任总经理、体育总监和主教练。仅仅1年时间，他就把这支中甲保级球队带进了中超。这是时隔5年的重返，也让业界看到了李铁的能力与价值。2019年，李铁获得了专家组的全票通过，成为了新任国足主帅的不二人选。2020年走马上任之后，李铁带领国足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40强赛对阵关岛、菲律宾、马尔代夫、叙利亚4场全胜，获得晋级12强赛的资格。也因为如此，李铁的5个月短期合同也被续约成了5年。但在随之而来的世界杯亚洲区12强赛，国足的成绩又恢复了常态，6战1胜2平3负，国足只剩下了理论上出现的可能。之前因为胜利被压下去的对李铁执教水平的争议再一次浮出水面。2021年11月16日，1-1战平澳大利亚后，李铁开了一场半个多小时的新闻发布会。与其说是新闻发布会，更像是李铁个人的吐槽大会。因为他在这场发布会上大倒苦水，不像是一位专业的球队主教练。但真正引发争议的其实是他赛后发布的一条微博。这条微博除了文字似乎是为比赛复盘，但在9宫格图片中，作为合作伙伴的健力宝、终身代言人的李宁、联合创始人的世博特幼儿足球教育、李铁担任代言人的雨林古树茶都纷纷露脸。与其说是复盘，更像是精准带货。
除此之外，由于李宁终身代言人的原因，作为国足赞助商的耐克在李铁的照片中还被刻意裁掉了。这一切发生在比赛后不到24小时，李铁和国足尚且征战在外。不到一个月后，李铁之前的黑料就被挖了个底朝天，他本人也因为巨大的争议从国足主帅的位置被换下。2020年2月26日，李铁发了一条微博，宣布自己辞去了所有武汉卓尔俱乐部的职务，专心做好国家队主教练的工作。但让人疑惑的是，这时候他已经在国足走马上任一个多月了，在这个节点发辞任微博，有刻意为之的嫌疑。根据足球报的报道，在这条微博发布后的几个小时之前，有媒体爆料他将去武汉卓尔队在西班牙的集训地点处理公务，还要去关注在西班牙人俱乐部效力的前锋吴磊。李铁这条微博很显然是对这份爆料的回应，但在这条微博发布的时间点，他身上还有卓尔俱乐部总经理兼俱乐部体育总监的职位。在国足走马上任之后，如果单看李铁的行程，显然这两份兼职还没有完全结束，因此李铁的那条微博的真实性实际有待商榷。李铁放不下这两份兼职的原因其实也不难理解。据足球报的调查，2018年和2019年在武汉队执教期间，李铁个人年薪是1200万人民币，在2020年转为幕后操盘后，他的年薪直达3000万人民币，而这显然与中国足协不允许国字号教练在俱乐部兼职的规定相冲突。相关数据显示，与李铁有关联的企业一共有9家，但之前被业内疯传的日本科曼德体育株式会社并不包括在内。据报道，李铁就是通过这家公司一手掌握武汉卓尔队球员的签约转会的生杀大权。掌握生杀大权的一个好处是，李铁通过这家公司仍然掌握着卓尔俱乐部很多实际实务的话语权，但另一个侧面是，球员想要签约转会也必然少不了这家公司的好处，而李铁显然是其中的受益人之一。有江湖传闻说，有短暂入选李铁国家队的球员被要求签约这家经纪公司，拒绝签约的球员接下来没能再入选国足，惹得这位国脚所在队的新闻官到处跟记者们抱怨。有国脚转会中超豪门，该经纪公司以李铁帮忙牵线为由向球员要钱，被拒绝后此国脚也在国足消失。有些球员入选国足后一直被该公司争取签约，但争取不到的就无法取得出场机会，随后就被放弃。还有此前中国球迷都知道的，李铁放着国家花费千万甚至上亿辛苦规划来的外援不用，任用一群软脚虾，即便舆论再大，他也只是傲慢地说一句，没人比我更了解这支中国男子足球队。很多球迷当时对李铁的这些操作这些大话只是单纯地以为李铁水平低，如今看来这背后竟全是生意。到目前为止，李铁名下关联公司共9家，业务覆盖足球培训、球员经济与场馆运营等足球产业的各个环节，而存续或在业的6家中，李铁均为股东。其中辽宁李铁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由李铁持股 63%， 沈阳李铁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则由李铁和辽宁李铁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持股。据媒体人冉雄飞披露，近年来李铁的家人早就已经移民美国，并在美国加州富人区购买了豪华别墅，至于有没有入美国籍还不得而知，但资产重心已经转移国外，李铁如今只身在国内捞金是不争的事实。今年卡塔尔世界杯预算赛输给越南之后流出的一段采访显示，包括队长吴曦在内的国脚球员在训练期间天天坚持吃海参，与兼职卖海鲜的越南球员形成鲜明对比。但实际上，据足球记者赵震说，男足吃海鲜的采访其实是一段广告，而拉来海参这个广告的其实就是李铁。虽然舆论上挨骂了，但实际上国足球员的腰包也因为李铁的商业头脑变鼓了。只是李铁过于发达的商业头脑让本来应该是竞技体育的足球带上了过度的铜臭味，而李铁也因为自己的商业头脑而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小编也希望这一波拿铁能真正肃清中国足坛的毒瘤，
不要再让这样一个14亿人的大国只能在家看别人踢11个人玩的足球。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你认为中国去不了世界杯跟李铁的执教有关系吗？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最后，大家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加订阅哦，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